你是不是偷看了？那个，你是不是给他看了？我看啥了呀？你说。你是不是一起？考试学霸。哎，对哦，对，哎呀，我是学霸。不是学霸。那你再考一道，你再考一道。好，马上啊。小白兔坐公交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很。因为小白兔。什么？是这个意思？不对，不对，你一定看过。我没看过这个。因为小。